在80年代末的时候，霹雳舞流进中国，我想把这个舞蹈传承下去。有一天我跳不动的时候，仍然看见有人在跳霹雳舞。进行严格的药王大考验，挑战者是神奇的孩子李萌慕容。我们从药材中呢随机抽出300种药名名牌遮盖，抽5位观众，每人选10样蒙眼变药。这个难了，对于蒙眼挑战药材得通过这个触摸，然后里面的材质的感觉，然后味道来分辨这个药材。咱们市场上的药材都切了片，对于这个针辨来说它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不像原先的整的药材，它有它个人的特点。46、47位，好了，一共50位药了，准备，开始，开始。第一份药材放在你面前了，人参，人参，我一摸就知道了。看不看得到？哎，看不到，看不到。对，你看这两个，这应该很好。雪莲，正确。这个雪莲不值钱。天山雪莲呢？雪莲不值钱啊。它就是天山雪莲，它只需要6-7块钱就能买得到。有一次我过生日，有个朋友送了我雪莲，我以为特别好。6-7块。蟹白，正确。鸡血藤，正确。蜂蜡，正确。这是板蓝根，正确。卷柏，正确。玫瑰花，正确。海龙，正确。半夏，正确。厉害，哎，这个得闻了。独活，再闻。你是故意不给我答案呢？真的错了呀？错了。这是什么？难道是何首乌？错。要不要先放在旁边，待会儿再拿？放旁边。头晕的药。这是什么？这应该是防风。错。再试一下。再摸摸看哦。前胡，正确。蛇皮，蛇蜕，正确。哎呦，这是蛇皮哎！哎，这个有点那个了。艾叶，不对。嘿，开始闻了。败酱草，正确。好。石斛，正确。槐角、碧柏、竹茹，正确。杜仲、黄连、赤地、丁香、生地，正确。细辛、西青果。茯苓，正确。哎呀，好，最后两个，马上就要成功。他还有一个没猜出来，他是附子，正确。我的天哪，这你已经成为我偶像了，你这。最后，就刚才有一个是错的，就这个。这个有点难哦。会不会正好没有学过这门药材呢？或者是说，刚那人拿错了？对啊，会不会拿错药材啊？爸爸，这个是木牌上写的那个药材吗？没有错吧？应该是这个吗？让爸爸来，爸爸来看一下，这应该没有错吧？对的，是吧？名字是对的，是不是不太好，不常用这个药材？我要看一晚上吗？你可以放弃，我们就算了。放不放弃？放不放弃？我不能这么轻易放弃，我不能这么轻易放弃。加油！哇哦！我还得要继续猜。哇哦！我需要尝。开始用自己的味觉。它是非常苦的。挑战之前，他就是说日常所用的啊，这些他还是非常熟悉的。一些特殊的话，不这么常用的。可能会差一些。
蒙眼识药材，我对他还是蛮有信心的。我不能这么轻易放弃。木香，木香。哇、wow ！对。哦、oh ！厉害了，厉害了。凯凯转过脸了都还在笑，它其实历史渊源很久，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三大技艺之一。三国的时候的曹植就有写过空竹赋，宋朝的宋江也有提到空竹，比较完整的介绍应该是从明朝开始。那主要我们是想透过空竹去陶冶孩子的品德跟专注度，还有他们互相合作的默契，那就是我们想要给孩子的。我们会对这个文化传承会一直坚持下去。要练多久呢？寒假或暑假的时候就是8个小时以上。那你们有对训吗？品格、祈福、感恩、谦卑、突破。Thank you.
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待日方长且身受，肝胆热血写春秋。1,000 teddy bears, are they all made by you? Yes, everyone has been made. So I make one a day.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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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ing! How long would you take to make one of the bears?It takes about an hour. 那我想问一下妈妈，就是在家里面，她做这个会弄得家里很乱吗？因为我在想要剪剪呢，还有很多毛的那种。Oh yes, yes, everywhere, like all over, everywhere. We go through 3 vacuum cleaners every year. Yeah, they all jam up with fluff everywhere. 嗯、Is this the first time you came to China? Yes, ye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came to China. Do you eat spicy things? No, I don't like spicy things, no. 你给他推荐几个长沙好吃的吗？你觉得他不吃辣的话？我推荐啊。糖油粑粑问吃没吃？糖油粑粑来翻译。Do you like to eat the? Do you like to eat the? The cookie? It's not cookie, but it's like biscuit with sugar and oil. 你翻译对了没有啊？绝对没翻译对，绝对没翻译对。他不知道怎么翻那个汤油粑粑。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小莫在帮忙哈，翻译这手上也是戴了小天才电话手表。Did you get the name for this teddy bear now? Bear's name is Hunan. Hunan. 湖南。哦，这个翻译的好棒。啊，快做好了，快做好了。最后还得缝起来。Okay. Okay. Oops.湖南小熊，湖南小熊。Yeah. Yeah.